石家庄，一座年轻的省会城市；石家庄，一座蝶变中的新兴城市。它随着近代铁路的开通而崛起。石家庄，文化积淀深厚，山水风光秀美，枫红、雪谷、赏绿、游心，构成了省游石家庄的四大主题。石家庄跻身中国优秀旅游城市行列。红色旅游以西柏坡为代表。西柏坡，石家庄西部一个普通的小山村，在这里，中国革命书写了光辉壮丽的篇章。1948年，党中央毛主席从延安来到西柏坡，在这里召开了著名的全国土地会议，指挥了震惊中外的三大战役，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七届二中全会，诞生了两个务必的著名论断，小山村成为解放全中国的总指挥部。石家庄是我党我军解放的关内第一座大城市，解放区第一座水利发电站，第一套人民币，第一版人民日报，多少个新中国第一都在这里诞生。新中国从这里走来。石家庄不仅有红色的历程让人敬仰，更有悠久的历史使人追溯。历史文化名城正殿，素有九楼四塔八大寺、24座金牌坊的美称。城内古刹龙兴寺，距今已有1400年的历史。寺内拥有被誉为河北四宝之一的千手千眼观世音菩萨，是我国现存最早、最大的铜铸立佛。道座观音则被鲁迅先生誉为东方美神。同样有1400多年历史的世界桥梁鼻祖赵州桥，是世界上现存最古老、跨度最长的长间圆弧拱桥。它的恢宏壮美和奇特，是中国能工巧匠对世界桥梁发展做出的重大贡献。千年古刹百灵禅寺，曾是唐代高僧玄奘研习经文的地方，历经数代香火鼎盛。石家庄古迹古建经典遍布，井陉古驿道与同时期的罗马古驿道相映生辉，传说秦始皇客死他乡，经这里踏上漫漫西归路，所以称作秦皇古道。天长镇自宋代设为县治，历经元明清诸朝兴盛不衰。余家石头村则是明代政治家于谦后人
营造的一个独特的石头村落。段祺瑞私宅段家楼是一座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楼群，至今保存了历史的原貌。石家庄华夏文明在这里演绎。新乐伏羲台记载着伏羲与女娲的美好传说，远古华夏的第一个家庭在这里诞生，被誉为西皇圣礼。呼呼水水帘洞先民遗址的发掘，揭示了旧石器时代晚期远古人类在石家庄生活的景象。中山国，石家庄版图的一个神秘古国，一度发展为仅次于战国七雄的千乘之国。在平山县发掘的中山王陵遗址，是中国20世纪100项考古的重大发现之一。自古燕赵多名将，赵云单骑救刘禅，韩信以少胜多背水一战，穆桂英屯兵穆柯寨，窦建德称雄窦王陵，多少仁人志士都在这片土地上留下了不灭的印记。石家庄人杰地灵，山清水秀。800里太行逶迤到石家庄，便犹如一尊仰卧的巨佛。石家庄的绿色之旅就从这里精彩启程。雄伟的太行山，气势恢宏，山川秀美，云雾缭绕，峰峦叠嶂，万千景色处处引人入胜。鄱凉有太行绿宝石之称，是著名的避暑胜地。这里是林的海洋，花的世界。夏季的鄱凉，林木遮天蔽日，草原百花盛开，山间百鸟鹤鸣。国家森林公园吴越寨，森林覆盖率达98%，犹如一个巨大的天然氧吧。与张家界地貌、丹霞地貌并称为中国三大砂岩地貌的国家地质公园丈石岩，丹崖长墙气势雄浑，连绵不断，百里赤壁如屏如画，甚为壮美。山腰处有世界上最大的天然回音壁，2001年被载入吉尼斯世界纪录。苍岩山，古树苍劲，桥殿飞架，峭壁之间建有悬空寺。传说隋炀帝长女南阳公主在这里出家为尼，恩泽四方，被尊为苍岩圣母。天贵山被誉为北方桂林，不仅风光秀丽，还是道教名山。
明朝末年，崇祯皇帝选天贵山为归隐之地。崇祯一死眉山后，明代后人改崇祯行宫为青龙观道院，从此天贵山道教兴盛。太行山的四季风光如诗如画。春天，太行山是花的海洋，棋盘山、十里杏花沟、赵县万亩梨园都是赏花的好去处。夏日的太行山，山有多高，水有多高。水泉溪、呼呼水，这些以水为名的景区，四壁飞瀑，似细雨飘落，如珍珠飞洒。走进幽深的山谷，坐在潺潺的水边，仿佛自己也融化在这山水之间。进入秋季，太行山渐渐变得五彩斑斓。仙台山则是欣赏红叶的最佳去处。放眼望去，漫山红遍，层林尽染，是中国最大的红叶区。冬天的太行山，往日潺潺的流水凝结成洁白的玉带，在山间舞动，冰瀑林立，晶莹剔透，好一派银装素裹的冰雪世界。千条溪流从太行山奔流而出，汇成了一条滔滔大河，滹沱河。滹沱河，石家庄的母亲河，在历史的长河中展现了一串串璀璨的文明。八大碗、炖土鸡、烙大饼、腌肉面、包饺子，是石家庄独特的地方饮食。非物质文化遗产，井陉拉花、长山战鼓、石家庄丝弦，更是石家庄千年文脉的传承。美丽的风光，灿烂的文化，滋养着石家庄的人民过着富足快乐的生活。今天的石家庄，从容舒适，美不胜收。水上娱乐、温泉疗养、滑雪健身，现代休闲娱乐项目令人目不暇接。看歌声越过高山，穿过海洋，跳向世界的远方，把笑声带给人也洒遍天下，留在每个人心上。我们伫立在古老幸福之上，眼前住今天的石家庄，雍容大气，活力四射。星级酒店、精品购物、生态新城、现代大都市，迎接着世界八方来客。游石家庄，走太行路，青山绿水，鸟语花香。游石家庄，走太行路，快乐伴您同行，幸福与您同在。穿过海洋，跳向世界的远方，
立在古老幸福之城。